小时候去上学，阿忠伯伯是我们最喜欢的酷朋友。他总是满脸笑容的陪着我们上学，又保护我们放学。虽然有时候我们的调皮带给他很大的麻烦。即使多了一根拐杖，他仍然在岗位上守护着我们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笑容，真的跟马吉超像。阿忠伯伯还有个神奇的背包，里头总是有很多的宝贝，让快乐好像变成一件容易的事呢。小伟，你怎么了？阿忠伯伯，我的马吉死掉了。哦，你好难过哦。哎，不要伤心哦。看看阿忠伯伯变个魔术。马吉现在已经变成天使了哦。真的吗？他已经在天上很快乐了，不要难过。阿忠伯伯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快乐？因为我每天都遇见许多的天使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长大后常想起阿忠伯伯，想念他的神奇背包，真希望我的背包也能有那么一点点神奇。然而什么呀？到底怎么做？重来。就像被推荐的情书，我的快乐也被推荐了吗？我也想跟阿忠伯伯一样的快乐，但是不晓得阿忠伯伯还在不在，我真想再看见他。我也能找到阿忠伯伯的快乐吗？过马路不会看路是在搞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孩子这样教的吗？不好意思，他不知道，抓不到。虽然我没有再遇见阿忠伯伯，但是我遇见了天使。哇，你刚刚那个哥哥对我好好哦。对啊，刚刚那位哥哥就是上帝派来帮助你的天使啊。